まこ休憩まこ休憩こんばんは。林俊彦好。哎呀，嗨。あの、あ、お二人の、哎呀，夫妇ですか？家舒服ですね。还有这个造型啊，又经过我们那个八位的舞群，已经用和服的方式来展现。吼，那伟明狂，刚才你不能。这完全在日本卡布奇就这个歌舞伎店才看得到。你请啊，那些造型啊，是有些敢有什么意思？还是这个？我你是讲名啊，还是讲什么？像特别爱情安尼个？比如咱台湾咱就知，安尼穿起来是讲西工嘛。哎，讲西工啊，你讲西工，你不是偷工啊？普通偷工，我是做酒窖出来的。偷工，偷工跟西工，西工是人诶，偷工是伫咧棺材边啊。假说又好我过。有啦，他真的是接近幕府时代。幕府时代，对幕府的。你是不能能剧哈表演，你若准讲像贺一航讲诶，都爱卡不起酒的，是不能科马剧场，一定要看到，看这种能剧的表演，这样普通爱搁一个面具啦。啊，搁一个面具，搁一个面具过来。普通谁要拜的，一定爱面具。哦，你唔通戴面具，我唔通啊。怕生你，怕领导你啊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你看，起码林俊彦第七顶帽啊，看来真好看，但是听伊讲哦，足重个啊呢。哎，你个起码头会戆戆呢。拢总十八公斤啦，因为你要地磨掉的时阵哦，伊也伤气嘛，也歪啊，所以伊要白足掉的。啊，那白足掉了，刚才高中的时阵，那咧白起都无，就好像掉眉，掉眉一种啊，所以就足辛苦的呢。但是正经这人就是安尼，为了节目，啊那辛苦都敢开。对啦，正经这一出开遐侪钱哦，这表要回收哦，爱二十五年呢。计小他妈计，真的变哪超底细腻的。也是也是对歌手啊，对这日本歌物件，伊真正介意，伊才要安尼开啦。啊嘛，隔壁这个查某穿都较俗个啦。这第三本版哦，你看到？你在欧版讲啊，这书嘛是贵的呢。恭喜！我那看冰冰姐的穿和服吼，跟伊这种差不多啊。对。啊，这一坨才爱挂这支。这也要十来万吧？这要十来万呢？用贵气啊！对啊。哎，那个最后一出三，哎，都三万多块。老师讲着，哎，那生你十外班吼，第一个教这个 OB， 哦，这个腰带这样那贵，而且腰带讲听讲北的形体，就代表有结婚啊，无结婚是吧？后边是这个啦，这个代表嘛，吼。这少少嘛是翘安尼是表现啦，翘安尼就算讲较翘啦。啊，未结婚，长袖啊，拢啊未结婚。哦，长袖啊，喏，哦，这个和服，这手工才较长的，是表示还没结婚了，对吧？啊，短袖就是已婚。长袖要结婚，那么翘的，表示讲。我这才要二十几分钟啦，不啦，不记啦，我梳头化妆，哦，你讲这个要三个多小时。而且我讲重点是，我无穿内裤。哎，我这不是开玩笑，你为我上个笑，你无理，这正经呢，无穿啊，不热，你个热，我咪。我讲朋友，你这边问，因为那个林俊彦特意穿这束和服的，伊的和服拢是林俊彦那个换呀。少年的，这福利应该我来就好。然后大哥这条我比较白，台湾你来请人穿，你一穿衫吼，要几万块啦？真的？跟他穿哦，你跟他穿人穿哦，穿人穿哦。哇，跟他穿。啊，你那个穿了都还差不多，哎，你以你的时间到二三十分嘛？因为跟他衫啦。你两个感情我都好个，讲伊安尼穿一脱下，你个穿无要紧。你拢无感觉是吧？正经嘛，正经，你听袂懂，正经你。伊早穿，不利啦，利，我即马免管伊早穿嘛，哎呀，我爱穿，伊个毋是个老穿，我足大领啊，真是。
保守的人一定是较大咧，做人对啊，穿大衫内底足爽的呢，有当时穿着好，不要不怕。也是很多塑胶还够气球啊！是柯大哥哦，对日本的那种文化传统懂很多，但是奇怪，拢偏拢要偏这边诶。不是，我大家拢足爱听啊，你呐。我去日本观光拢是去开钱啊，听伊歌听到脚未疼咧，脚未疼。是登记袂过听了对吧？你个嘴哦，你咋办哦？你生完生，你个大爷放一放个镜头。我你全国懂了，怎样？没呢，我来看你怎样，你讲我看旁边没？我最主要你死那刚刚就。你是看外星人好奇怪怪啊？啊，我咧骂你是观众比较强，知无？那是东京话下贱，东京较强，怎样？不过咱讲真实的啦，今日是安怎？我感觉林俊彦哦，咱知影讲伊本来日本歌唱遮好，因为伊是早期听讲是伊妈妈是日本人，啊，不是早期啦，本来伊伊卡上就是本人，本来早期，阿嬷是伊老母辈阿公阿娘，恭喜我呀！哦，你讲人讲讲了，讲你家己去用破啊！你要主持的还听袂落去对啊？你叫五六个嘛？叫五六个嘛？老母是本人，三哥做回家，早期老母是本人，中意德国的，阿妹也合好啦。我是本国人，真的。我听袂落去，听袂落去。啊，这妈妈是日本人，阿爸爸，阮爸爸是高雄人，有听到无？老爸早期是高雄人。我的靠呀，阿恁是同款，还是对啊？搬来台北，比台北人对啊？对啊。我讲你是，我讲是正宗的讲法啦。起码比日本人，如果拢住日本人，因为老爸红椒嘛，是不是？唔知呀。哎，恁爸爸是台湾人，还是爸妈妈日本人？那是大多也熟识，大多结婚的。哦，以前吼，阮爸爸因为迄二次大战的时候吼，伊是迄个神风特工队，伊是飞行员啊，飞行员啊，神风特工队对唔？迄个是神风特工队，神风特工队传说有两个人哦，足惊死，唔敢去飞，伊当时真的对你老爸有了，我飞出去啦，那你老爸飞出去，飞出去，啊去用弹掉，用弹枪，挂落来，有弹掉吗？有弹掉，我记得个唔是，刚刚给你骑到迄个亚之桥来款的，挂落来了，飞机失事，跋咧海的，好。啊！叫我救起来，和你妈妈，叫我妈妈给好起来。你妈妈，你妈妈是钓钓鱼的哦。不是，你老母开车是就日本航空母舰的里面的大副，我就塞船啊，有无？不是啦，妈妈是以前是做护士，系咧船顶做护士。所以爸爸受伤的时候是妈妈介到底在甲照顾，在照顾时产生一段感情。受伤的有两个，嘿，啊，我妈妈其实袂晓共住下啦。哦，叫你爸爸做掉，你爸爸给做掉了。做是落尾。哦，恁爸拢还做大堂的哦，少年拢大堂的，做点滴的，老头来滴的滴的安尼，电刷的。听讲恁爸，哎，少人要笑，嘛笑到哈真，听是哦，表示你听有，你敢知？我你听无的，即马什么时代？我听讲是爸爸因为调情的时阵，妈妈去照顾，所以两个尾也有一段感情，嘿，尾也有感情啊。听讲妈妈嘛调情先哦，是阮爸爸先调情，嘿，啊，阮妈妈甲照顾了尾啊，好了，就着你爸爸先。哈，阮妈妈有钱，着恁爸的钱，嘿，阮爸开的啦。啊，开钱就生生着你了，无迄钱还袂生我。哦，恁妈妈算着两千，所以一个姐姐，一个你，无三千嘞。哦，三千。我呀，阮拢搬来台湾大时，佫着一千。哎呦，所以佫一个弟弟的，我佮一个弟弟安尼。哦，着三千。对，阮吼就一寡吼较无准的。算计的，断掉，你断掉，把你还走了。他的臭屁给别人，我得开工，我得开派对。对了对了，我没那啥，我没那啥，免客气。你贵公，你老爸去算计钱就好啊。算计的，怕算计的都。所以是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你爸啊，出去，你是在日本长大，八岁，我就来台湾了。八岁才来台湾，因为日本大伤贵嘛，吼。我呀，迄阵我就想要来台湾，因为迄阵我阿公就找着阮爸爸。真的哦。迄阵去做兵啊，死去嘛，啊，人就来通知讲还死去啊。哦。啊，那尾啊，阮就一直听到。你都领钱呢？领袂少呢。啊，原来阮阿公有这条哦。我提出来分那是。哎，十几亿，一票正经的呢。咩哦？但是啊，真正死哦。泡妞啊，死嘛，真可怕。上辈就迄钱，要领迄钱。早期串工死去，尾啊，佫活起。哎呦。尾啊，阮八岁就返来台湾啊。即马继续吼，咱阁请林俊彦过来安排一条歌。林俊彦安排者，我点，我来点好不？啊，你别点者。我点无你唱你看啦。啊，都爱点多好，我多有对起的呢。不是，我讲这个歌吼，我知你养情。较早咱两个捌做过一回，
長崎今日も雨だった。お、多好啦！多这条，我多安排这条哩。あなたええやんか。そうか。我真欢喜。我当时想过呀。去年日本啊，其实足侪人去日本佚佗，但是你也是搞阮指引一下，日本到底除了温泉，嗯，哦，除了像新宿这种地方，够上面所在。值得我们去玩一玩的。看是变哪算，我那特别老人讲唔捌去过日本吼，我拢一直给人推荐讲，你一定爱去立山、塔吉亚嘛，叫黑布水坝。黑布水坝，你一定爱去立山，那立山非常好耍。是是。伊差不多你四月份去，因为一月、二月、三月都雪嘛，三月来吼，伊雪就较定，啊较定了，伊就会开路。哎呦，你得当入去。干那迄个所在伊雪吼，落比韩国较侪呢。哎呦，啊我就去七八间。千叶哦，千叶，也游乐场所哦，哈，是，基本上多啊，七八间，那不是歹听哦，无人讲歹听啊，千叶县七八间，啊，上好当的日本当的讲阿爸也嘛是爱讲的温泉啦，吼，对，所以有这地方叫做温泉，有人记得，哎，温泉啊，大家那有去到日本才来阮厝遐佚佗，阮都住伫箱根啦，箱根哦，还可能遐冇正侪温泉，箱根啊，箱，啊喏，啊时间嘛无早，我得是喏，啊喏，豆干喏。哎，是的，是的 ，A B 嘛，哈，是的，没带的是，哎。